你这干嘛呢？洗脚啊。洗脚你不穿袜子洗呢？我连袜子一块洗啊，方便。你真阿姨，你过来看你女儿怎么洗脚的。哎呀，你们先别弄了，赶紧收拾东西跟我回趟老家啊，小张也一起啊。阿姨，我也去你老家吗？是是是，别说了，赶紧走。什么情况？我也不知道。大妞啊，快过来快过来。哎，我提前到了，不能你等着我。哎，你好好好好。哎，赶紧走吧，那姑娘等半天了啊。好好等等。等会儿再好好讲啊。什么等半天了？我不知道。哎，我有点饿，被我妈拽过来没吃东西。我也没吃东西啊。哎，你怎么吃上了？我昨天取的快递放我妈车上的。这什么？拼多多年货节，我花1块钱就抢到9桶自嗨锅，站着15分钟就能吃了。这个毛血旺麻辣入味，你尝尝。我尝尝。嗯，不错。你直接点评论区链接，1元就能抢了。嗯，再给我吃一口。嗯，你妈这是给别人相亲的啊？嗯，她是有个亲戚，我妈给她相了好几次都没成。啊，那你相过亲吗？没有，不过今年可能要相了吧。你相过吗？我还用相亲吗？切！哎，不过你们给他相亲，你妈让我来干嘛？过去，小张，我们走。啊！大娘，你别晃了，大娘，你回去吧。怎么回事？你回去吧。啊，大娘，你别走啊！大娘，我都拍了一天地了，都没拍上。明天上小姑娘都回来了，你再给我扶一个。俺妈说了，要求不高，会流氓，下雨知道往家跑。俺大娘，你放心啊。天气冷，被窝凉啊！大娘，你别走啊！你给我问问，大娘，别走，你给我问问，你给我问。娘。哎，小张，你看现在找对象好难吧？你没有今天来带你看看的意思了吧？啊？